让我揭晓，一些字句，我教看你姓德国，十七岁，我们现在上 TP 学校 ，TP 不但是我的学校，还是我们的家。我爸爸是历史老师，我妈妈在图书馆工作，他们22年一起到 TP 学校。今年我们中学4年级，我打橄榄球、足球和 lacrosse。我的爱好是马里兰和 Honor Council。明年我们会打大学。除了我学中文文化以外，打橄榄球。现在我们在英文课，我们认为在课同学得跟一起说。今年我们的英文的老师没告诉我们得知道呢，得知道呢。老师完全理解那个没学生不可以说特别好的英文，所以他们帮这个学生。我们去历史的附门了，我想告诉你们，我们有很多的历史课。要是你喜欢学世界历史、美国历史、地理，还有美国的政府，你都可以学。要是你是科学的人，你会高兴了。我们有化学课、物理学课、生物学课、心理学课。要是美国，我一个同学每星期六去哥伦比亚大学上，到学生物学。我们有很多的机会，那个聪明我不，要是你也是，你也可以去。在 TP 学校，你可以用 PC 还是 Apple 电脑，那个是一个电脑课。这个学校有3个电脑课，你得学问去专业。我们有中文课、西班牙语、拉丁文和法文。你一定知道我学中文，我觉得中文课很有意思。你得学问去专业，我们有中文、西班牙语、法文和拉丁文。他们一定知道我学中文。今年我上中文补课，我觉得中文文化和历史很有意思。Daddy， 我们在数学课，我们有很多的数学课，你可以上代数，或是你可以上 PC 积分。我一个朋友是美国的数学的专业。这个房子是 Scully Hall 学校的餐厅。我们住在这，我们住在吃早饭、午饭和晚饭。星期一、二、四和五晚饭的时候，学校告诉我们得做。昨天晚饭我跟3个美国人、2个中国人和1个历史老师一起吃晚饭。这个房子称之为 family style 晚饭。要是你可以看每学生的民族的气。星期一、六和日，学生可以点菜。这个房屋是学校的交通，每学生在这儿的事业开和结束。我希望的服务是 candlelight， 在这儿的时候，每学生有一支蜡烛。学校认为每学生没有用汤的宗教，所以要是你得去别的服务，我们可以开车你去。这个楼是学生的宿舍，我们有8个的宿舍。这个房间是十几年的学生的宿舍。每宿舍有2张床、2张水杯，还有2个衣柜。很多学生有1个通屋，还有一些的学生没有通屋，还有10个学生有2个通屋。宿舍没有烘干机，还有洗衣机，所以我们有洗衣店。星期一，你洗你的衣服，还有星期四，洗衣店换坏你的衣服。
没宿舍有安静的时间，所以没学生可以睡。这个房屋是我们的艺术中心。学校毕业要求是每学生得上艺术课，你可以上艺术课还是上常识班课。我中学一年级以后玩艺术缘起了，还是今年我还上艺术课。我爱我们的艺术课，我们的艺术课有六个美国人，一个韩国人，一个日本人，还有一个中国人。还有要是你可以打月底，我们也有课。要是你可能打乐器，我们也有课。我们还有乐队，他们真好。这个房间是我们的观众席，每年我们有三个演出。我觉得这个房屋是最好的，在那儿你可以忘教课的压力。所以明年在大学，我希望我可以上一个艺术课。这个房屋叫 Cluet， 楼是宿舍，围公是老师的公屋，还是学校的图书馆。这个房间是我们的图书馆，在这儿学生做很多的研究项目。我们去大学生的时候，我们得知道跟别个人一起做，所以在中学我们一定练习。这个旁路上是我跟两个朋友研究项目。我们的大学的围公室做很好的微博。我每学年我们有 TOEFL、SAT、ACT 和 AP 的考试。这个年120大学生去 TP 到跟学生聊天。要是你有一个问题，请给我们打电话还是发短信。谢谢你们。